我的人气早点，你看看烧饼加油条，排队，排队过好米，还有油条给打架去。这个算一个。两个咸的，一个麻薯啊，两个咸的还有呢，一个甜的，是好的哪一个麻薯？两个咸一个甜啊，一个油条啊，7.5。别的要吗？油条多少钱一个？啊？油条多少钱一个？2块大概。2块啊。一个咸的，一个甜的。我吃过饭了。一个啊，好，一个油条又麻薯是吧？4块。这个太好了。你看两个甜，两个甜的，一个咸的。你那个半小时。你要几个？你要什么的？我两个甜的，一个咸的。还有呢？那再来。10.5，要不再拿一个吧？10块。是你。几个？要两个还咸的。啊？要两个咸的。好的，马上就好。那还有一个甜的，谁先来？咸的，咸的，等一下啊。我就是。烧饼多少钱一块的？2.5一块。啊，这小薯片，烧饼多。这个油条2块钱一个。要一半全是都1块钱一个。这包子多。哎。三只包子多少钱？包子也要10几万。应该10几万。包子多。所以价格。我们的东西也不一样，它一包面粉都是最好的。哎，面粉也多。面粉跟一般的那个价格也差十，外头那80多，我们这个都要130多。你人家工资也高，其他全是2000块钱，2-3件就能找到，你这要不4千块。这个油条炸的就有食欲，你看，光亮亮的。20。小花也太贵了。